嘿，看见了。反正我这是馅儿菜，对，反正好像馅儿菜，猪肉馅儿。这个菜是把水攥干了以后就开始做，对，也没焯，焯过了吧？这个焯过了。棒子面白面，棒子面多，白面少。你只放了葱了是吧？现在对。搁上酱油了吗？嗯、生抽、老抽，搁上完了搁上。搁点盐，搁点油，搁点那花椒水，不是你。看着过来了，我真的锅，煎饼子，有点烫，好吃好吃，不吃蒜呢，特香，不吃半蒜，特别香。